中路现在没有人，兄弟们，中路没有人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姜子牙搁上路呢，快快快快，麻溜的，麻溜的，给我拆，哎，就是拆，哎，接着拆，姜子牙不回来，还要搁那推塔呢，给他嘚瑟的，啊，我进攻进攻，我嘎嘎拆，没赢过，没赢过，没赢过，就拆啊，就是拆，哎呦我的妈，吕布来了，哎呀，球球也搁这，我死去吧，我不活了，多大点事儿呢，嗯，别吵吵啊，别着急，咱随时盯着点，奶嘎子兵线不好。中路塔，中路塔，中路塔，哎呀，中路塔，快拆，快拆，拆拆拆，哎，给他拆掉，哎，好宝宝，哎，下路还能拆，哎，下路，我就拆塔，没赢过，兄弟们，嘎嘎拆，嘎嘎拆，就是拆呀，就是拆呀，就是拆呀，就是拆，就拆，就拆，就拆，好宝宝，好，该走了，该走了，兄弟们，该走了啊，该走了，不能贪呐，拆两个塔咱就走。哎，姜子牙咋不回来呢？下路他家没人带线，兄弟们，就一个孙膑。就一个孙膑，他家没人回来，没人回来，我就搁这拆上，搁这拆上，我没有机器人了，给个大招，给个大招，再来俩机器人，咋的，孙膑，你追我吧，你追我吧，我，哎呀，那我走不走？我不走了呗，多大点事，抓我，抓，现金流米莱迪，兄弟们，我的眼里只有塔，多大点事啊？你怎么这么能偷？我就偷，没赢过，没赢过，咋的？先清兵线，没事，对面。哎呀，对面就打团厉害，能咋的？他们没兵线，他们也拆不了塔。也很嘚瑟的，你看他没兵线，他跟他打的。哎呀，抓我来了！哎，别闹，吕布，铁子，铁子，哎，别闹，哎，不行，我得跟队友沟通一下子。兄弟们，咱们别打团，团不过。我们清兵线守下，等我去偷塔。那对面阵容多猛啊！咱家这俩射手能团过人家吗？我就不搁家里待着了啊，我去出去偷塔去。吕布他一会儿肯定得过来打团。知道吧，吕布肯定也过来打团，我就去偷塔去，兄弟们。然后我家三个队友守家，他们能守住不？应该能守住。我先来个二技能，给个大招，再来个二技能，能不能守住啊？你们呢？应该没问题吧，兄弟们？应该是没啥问题。我去中路断波兵线，不着急，兄弟们啊，不着急，让他们搁那团去吧，一个个傻子喝的。我搁中路小兵线一断，看没看着？哎，把兵线给他断了，断兵线，嘎嘎断兵线。吕布来了，来追我来了，我有鸡毛追不上，哎。哎，你追不上我，哎哎哎，这是干啥呀？这是啊，哎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哎哎，哎呀，这完了，兄弟们，这都来追我来了，哎，别，哎，别闹，哎哎，姜子牙，哎，换一个，不亏，哎，我不亏，兄弟们，上路二塔也掉了，对面还剩三个防御塔，二骨朵还有17秒复活，哎妈呀，碰着吕布了，这下完了，这下吧，这下我俩还碰着他了呢，你说呀？哎，别闹，别耽误我拆塔，别耽误我拆塔，哎，别闹，别闹，干啥呀？这是啊，这可真不巧，这半道碰着吕布了，这啥玩意儿？百里守约也偷塔去了，百里守约也知道了，我家团不过就得偷，加油！好，好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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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哎，守约搁上路，我去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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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了。看没有，对面五个人全都搁那儿呢，兄弟们，全搁那儿呢啊！还不知道咋回事呢，你们，我来偷塔来了，还不知道咋回事呢，哎，就偷就拆，兄弟们，就拆啊，就拆，就拆，哎，就是拆，就是拆，就拆，就传人，就传人，就拆，走走走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这个中路高地我给他们留一会儿啊，留一会儿，留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再拆。好，我家队友都搁这集合了，咱也集合，咱也集合。对面现在如同一盘散沙，他们已经不知道咋整好了。对面现在阿古朵搁哪儿呢，兄弟们看不着阿古朵，阿古朵搁那儿呢，我去拆中路塔去，我疾跑一开走啦，拆塔去啦，来个二技能，来个大招，再来个二技能，就拆就拆就拆，哎呀妈呀，没拆了，我反向走位，兄弟们，反向反向反向，这个反向走位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扔俩机器人，机器人给我点塔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妈，这塔拆的真费劲呐，兄弟们，哎呀妈，就差这一点点啊，哎妈呀，打团了！哎妈呀，干小兵上了呢！那谁呀？姜子牙偷塔来了！姜子牙，姜子牙咋没赢过呢？姜子牙，你呀，你还偷，你把我活抢了是不是？哎呀，这边仨人，留一个，留一个，能不能留住？哎呀，哎呀，啊，这阿古朵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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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，揍他们，揍他们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，这阿古朵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家，哎，求求别打我了！这阿古朵死没死？死了！啊，这边的塔就剩一下子了，兄弟们，就一下子了。
对面中路没有人，兄弟们。哎，把塔先偷了。哎，好，对面现在一个防御塔都没有了，光吧出溜的，光吧出溜的啊，啥也没有了，对面。哎，这龙王一拿，这不随便赢吗？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这把我不打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对面这个团，对面阵容打团太厉害了。那阿古朵、加吕布啥的，孙膑，你这打团根本打不过人的，知道吧？就咱就偷，要不然正常来讲的话，这把我应该掺两波团，就是杀两个人啥的再去偷。对面带线慢，对面这阵容没法带线，除非马可带，要不他家带不了线，他家的马可有点笨塌塌的啊，不会带线，扔俩线。哎呀，中路要开团了，别打团啊！哎呀，兵线带上去了，兄弟们坚持住，坚持住，我去偷塔了，兄弟们一定要坚持住，兄弟们坚持住，不能让他们回家，别让他们回家，完了，吕布要回来了，快给我拆呀，快拆，机器人干活啊，哈宝吧，哎呀，好，我让他们打团，我让他们嘚瑟，哎呀，好啊，绝地翻盘，看没看到啊，兄弟们。